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鸟，来自中国西安。那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凯丽产品以来的真实感受。我是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接触到凯丽，当时呢是正处在二胎产后第二个月，非常渴望有一款在哺乳期也可以去使用的抗衰产品。因为女性在整个孕期以及哺乳期呢，可以说真的是用自己身体的精血去哺乳我们的孩子，自身的衰老速度也会非常快。考证了凯丽一些权威的认证以后呢，放心大胆的购也和我全家人一起使用。七月份的时候，她的氢气片让我非常的欣喜，因为我的父亲在去年的时候他做了肿瘤的切除手术，那个时候呢我就关注到了氢气类的产品。因为氢气呢，它是一个可以靶向清除恶性自由基的，有一个防癌抗癌这样的一个功效的。当时想要购入一个制氢机，但是它的价格确实比较高昂，在50000左右的人民币，它产生的氢气水的浓度不是很高。而凯丽的氢气片呢，它只需要这么小小的一片泡腾片，它就能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制造出来一杯浓度可以达到12%的氢气水。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跟我的父亲呢是一直在使用氢气片和他的藻蓝益生菌这两款产品呢，它也是孕妇和哺乳期以及小孩子都可以去安全使用的。这两款产品给我真的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非常好的改善了我的一个产后便秘的情况。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也开始使用复方 NMN， 它是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气条长寿基因的。那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整个精力变得非常充沛，睡眠也得到了一个改善，然后每天这个气色以及这皮肤的光泽度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当我的母亲和她的同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她的皮肤在发光。同时呢，在我身上还有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当时我产后脱发的症状，每一次洗头发你能搓出来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脱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发间呢，它有很多这个小碎发，都是近期生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能明显的感受到的一个机体的改善，真的是做到了青春逆龄。一款脑力健呢，也是我先生一直在服用的，因为呢他是一个高脑力的这个工作者，他觉得整个脑部非常的紧绷，大脑的那种疲劳难以得到缓解。但是用完这款产品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明显感觉到非常放松轻松的感觉，并且记忆力有得到一个提升。是呢，我儿子呢也在每天呢都在服用这个藻蓝益生菌以及氢气片，是他非常喜欢的。在他的眼里，这两款产品是妈妈允许她去喝的饮料，但是呢是可以让她更加健康成长的饮料。氢气片呢让我儿子的鼻炎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缓解，生菌呢让他的肠道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因为我的小孩他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蔬菜，他经常也有便秘的一个情况，那在一段时间以后呢，对他的便秘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大大的提高了他的一个免疫力。那在今年冬天呢，他也没有出现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这样的情况。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凯丽这一系列的产品呢，让我家人的身体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啊，让我们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未来呢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因为凯丽而受益终身。